再跟你讲一次，不要被听到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我最后一个窗口帮你扶，好不好？你他妈不给我拉我鸡腿，我找人抱你这间麦当劳。叫我名字。你先到最后一个窗口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再跟你讲一次，叫什么名字？你要不要先到最后一个窗口？我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郭嘉宇。郭嘉宇是不是？你什么职位？你他妈不给我拉我鸡腿，我找人抱你这间麦当劳。没问题，那叫我名字。我最后一个窗口帮你。叫我名字。什么职位？先不好意思，你可以直接到这。你什么职位？